像很素的感觉哈。对，这菜好做吗？其实它的概念跟那个香跟豆干一样哦，就是把豆干换成鸡丝，差不多啦，这样。员外说话就表示说这道菜非常简单，但是觉得鸡丝要比豆干应该再炒再久一点点。员外真的说了一口好菜，豆干概念香味出来，鸡丝等它变白啊。禀告员外，不是鹅啊，是灰色。奴婢先跟你解释一下啊，奴婢这边的游戏规则，游戏规则是这样子，我们要在十分钟之内呢啊做一道菜，所以呢，第一棒的人有三分钟，第二棒有三分钟，第三棒呢就四分钟。对对对对对，大家都以为说哦这样子做完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哦不不不，我们还是有游戏规则的，请看这边。如果你们哪一个，这边有三个，三个就是备料、烹调、调味。如果哪边不对的时候呢，你就不用管我们做你们的，因为我们待会会有师傅来示范给你们，看你们的比较在哪里。这样可以吗，员外？可以。那我们就马上来进行吧。来，有请。好，你好。大圆来。哎，现在开始了吗？计时。开始。鸡丝，所以是要把鸡肉切成丝，是鸡丝嘛？这还不简单，就一块一条一条一条切啊。丝还蛮细腻的啊。嗯，有吗？有吗？这样有吗？你这个好细。没有，是因为我前面有一个样品的样子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吧。切刀子的问题啊？还是你？什么意思？这样子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侧面侧面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差不多。刚刚那个太长。鸡丝完以后要切备料嘛，备料一定是切这些葱段啊，等一下，他先红萝卜啦，豆芽应该不用切，耶，鸡肉要先腌，蒜应该也可以切，先腌，腌你要什么？要水，水盐，盐外蛋白，水在这边吗？画面，我感觉你在公司的海报应该这边水在这边，这边还要变化，变化，对对，一加一池水。1:1有没有？刚刚两位师傅做菜都是1:1盐盐水盐用的菜单，很有概念的。盐，因为我在这边觉得调味的概念，盐还不错，1:1还不错。再来，再一点。好了，师兄你吃好了。蛋黄是，我看过那个。小心哦，蛋壳不要掉进去哦。对对，这样不错。但蛋壳不能掉。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水盐蛋白。蛋白太白粉要稍微先稍微这样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大概2匙，2匙，对，因为刚刚我要煎4匙，你确定有太多？太这一匙有点多，太满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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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再把它打了，按摩一下，来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，好，时间到，请换手，我水枪，第二棒，水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不错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背的还不错。现在切萝卜丝，对，切完萝卜应该还有手在抖，不要抖，慢慢切就好，慢慢切。我们放的萝卜不一定要全部放啊，起锅一下。员外不要紧张，员外在紧张，照你的想法做就好。这些先，对对对，加一点点萝卜丝。对，萝卜丝其实颜色就是搭配的，葱，对，萝卜丝先这样搞定没问题。师兄你不要紧张，真的自己在那边很紧张，该我了，真的很紧张。不用那么多，不用那么多，稍微一些够就好。师兄，每一棒都是非常的那个重要，接力赛的每一棒都很重要。宝文蛮好笑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的指甲有点。怎么了吗？有点就很好笑，有点。我觉得啊，少爷就像员外，我的指甲有点在调戏工笔，你不要调戏我们了呗。还有辣椒，你要怎么切啊？斜切一点点，对，这就是入味跟是那个颜色，对，配色，对，刚刚配色，热锅一下，等一下放油。好，把它热一点，丢进去，再多一点，换手，再多一点，这样你右手换左手，继续，太厉害了，我一直在听你讲话，听到我都忘了，哎呦，你真的很像那种师
是小火，是小火，是小火。锅子会飞啊？对对对，来来来来一下，这不要用锅哦，我稍微这样子，你知道，搅拌一下，温柔一点，尖头一点，是，大家感觉到鸡的那个味道。来来，差不多差不多，不要太多了。你先，好好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好，小心小心。先放这，先放这。小陈，哎，没油了怎么办？没油了啦，没油了，要再加一点油，不然怎么弄那些调味？油都被吸走了。爆爆爆！很大块，然后葱。师兄对人生看得很开啊。对，有胸有胸，有有有香有香，有有有香有香有香，有胸有香还是有胸？有香还是有胸？有香还是有胸？那个不是师兄，那个好像是等一下才要。看不下去了，太看。我已经冷到极点了，我真的冷到极点了。师傅会这样子这么刁，有没有想要叫警察来把他抓走？对，真的是好，好来来，这要来了，要来喽！你确定？你确定这么坏吗？差不多啦，啊，再不来就没机会。你是这道是沙拉吗？这道是对啊，那个香根鸡丝哦。那你的香根在哪里？香根，香根。其实香根是什么？香菜。香菜是最后。对，香菜是最后。师兄有没有在这里？加盐巴。盐巴，你们刚刚没加吗？你还要加一点。能熟就好了。好，要求不多，这道学洛师傅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上来！起！哦，香香哦，香。嗯，也是有一种心好男人的感觉。确定吗？确定是那个吗？小忙小乱之间，好可怕的东西。其实还不错哎。这一道菜就是香干鸡丝。正确的示范。对，我从一开始的地方哦，因为真的我已经冷很久了。我说真的哦，鸡肉丝啊，因为我们的鸡胸肉部分你要记得一下，因为鸡肉这边比较硬，所以呢，对你这边中间这两个有一个筋的地方，要先把它切下来。嗯，对，先把它切下来，这条筋要先切下来。嗯，哦，中间的这个部分，因为它会比较碍口一点哦。那再来鸡丝，你要记得，因为鸡丝一定要把它切成长条状。那鸡肉呢，它有这个比较厚的地方，有一个比较薄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从二分之一的地方啊。来，把它切开，二分之一的地方把它切开哈。嗯，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比较薄的部位啊，我们就是横的剖一刀就可以了。对，横的剖一刀，像薄片一样。对对，横的剖一刀，对，这样子剖过去。所以刚才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们完全错了，肌肉就是错误。嗯，对，还蛮细腻的。那再来，一般来讲，鸡肉纹路是直的，所以你就只要顺它的纹路切就好。所以呢，我就一般来讲，这个刀法就是，直直的这样来拉刀就可以了。对，为什么那么轻松啊？对，哎，没有，因为师傅嘛。师傅。好，那你可以得到就是来这个就是鸡丝，你可以。来看一下，这个鸡丝的长度啊，这个可以切的稍微长一点没关系哈，因为这个鸡丝的话，我们要符合它的这个体意啊，嗯，对，往后拉，学会了，对，我先把这个鸡胸肉放到我们的这个盆子里面，然后第一个先给它加大概是二分之一小时的盐巴，一小时的盐巴，对对对对，盐巴哦，让它有这个味道哦，然后再来大概一大匙的米酒，米酒，对，有米酒，那就有米酒，对对对哈。大概两汤匙的太白粉哈，好，那我们就用个袋子哈，来卫生，对，来把它装进来哈，在做的时候会比较干净一点哈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，对，要打水，对，要多少？大概一汤匙的水就够了。我们刚刚好像加太有哎，对，来，好，在家里的话，鸡肉吃啊，你刚刚很像泡牛奶汤鸡啊，对，来来。是哦，这样子把它摇一摇，对对对，哈，这个非常轻松啊，因为你让鸡肉可以每个地方都有这个味道，
而且还可以有这个吃起来比较滑嫩啊。那把它倒出来啊，好，然后呢，对。比我们刚刚那边瞎摸还有，还在那帮按摩，跟他聊天哈，放点油哈，这里就要放油，对，这里要需要放点油在里面，肉比较嫩，对，等一下下锅也不需要再加油了，对，也比较可以拌得开哈，这是鸡丝的一个前处理的方式哈，我们先让你们稍微在旁边看一下，那你要知道，因为香菜它的味道很重，所以这个。根的地方啊，你不要切得太长，我们给它切大概差不多一公分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，一公分的长度啊，好，一公分的长度把它切齐，好厉害，一下子一刀下去就闻到那个味道。鸡肉丝啊，我说真的，我们要让它吃起来非常滑口啊，千万你知道不要去过油，我让大家吃起来更健康啊，怎么样呢？来，我们用过水的方式，哦，来看一下，对哈，这个一定要学起来哦，因为一般来讲过油的话，你下去鸡肉丝会有油香味，但是呢吃起来非常油腻，因为吃鸡胸它本身就是怎么样呢？要健康要营养，就是过油哈。然后将这鸡肉丝啊，把它放在滚水里面，对，速速把它放进来哈。然后它温度稍微有点下降哈，没关系。然后呢，对，你会得到一个非常雪白的这个鸡胸肉。然后我这边用筷子啊，稍微这样快速的把它搅开来哈。所以其实是穿烫这样。那我这个鸡胸肉呢，因为鸡胸肉它是很快就可以熟的一个这个食材，所以我赶快现在迅速马上捞起来。这个真的不要太久了，半成品了。对，好，来，那再来呢？这个银芽地方，我们稍微先做个处理啊。好，银芽地方你直接下去炒的话，第一个它容易长很黑，会变很黑。所以呢，我们利用这个刚刚烫过鸡肉的水，里面已经有一点点的油脂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放大概两汤匙这个盐巴。对，让这个我们的豆芽菜、银芽菜啊，它待遇到热水的时候，因为里面有盐巴，它那个密度改变之后，这个它这个。豆芽菜它毛细孔会打开，吃起来更脆更爽口，所以你刚刚就是直接下去炒的话，豆芽菜它有个豆腥味非常的重，对，有时候会那样，所以我们现在给它做一个穿烫的动作哈。这样穿烫一下，对，吃起来味道比较好。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可以小技巧，对啊，减肥或什么的很好。对，所以重点我们刚没有锅子，对，我没有锅子，是你可以要求，可以要求。豆芽菜炒起来是带着点油，非常的洁白，非常的漂亮。加上盐巴的话，你在穿烫的时候啊，豆芽菜它本身会比较洁白，然后它的效果也会比较好。所以大部分我们都会稍微穿烫一下，让它熟成的速度加快。然后呢，因为鸡翅已经熟了，这个也熟了，所以我们只要来做爆香料的准备。很快了，接下来一分钟就完成了吧？对。好，我们这里的这个部分就是蒜头要先下去。蒜头。对，蒜头先下去。最基本款嘛，一定要爆香。哎，炒香之后，对。那红萝卜，哎，红萝卜也要先下去哦。对，因为红萝卜它第一个它的这个维生素 A 啊，需要一些像这个油脂啊，把它炒出来，味道才会好哈。所以先红萝卜。对，那再来蒜那个葱啊，葱拔下去，对，葱拔下去哈，利用这个我们的锅子的那个香气啊，还有一些油啊，把葱还有。我们的红萝卜还有蒜头炒香哈，好香哦，已经闻到味道了，对，已经味道了哈，来，色又漂亮，对，这个鸡丝这时候就下去了，哇，下去哈，好，这时候我们来做点调味哈，好，来调味很简单，对，点酱油，酱香气给它一点哈，酱油，酱油膏还是酱油？酱油都拿在后面，为什么一转身怎么变酱油膏？小心，你确定它是糖？太白粉哦，对啊，哎，这个是糖，糖啊，太白粉。我尝一小时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尝一小时就好了。然后米酒，来米酒，大概一大匙的米酒。你不觉得我在这边主持，其实我很紧张？感觉两边有在斗来斗去啊。对，哇，这个味道香气就出来了。我还要提醒，酱油膏、酱油就是他们两个一起用来的。对对，好，然后这个胡椒粉，酱油味道真的很对。对，胡椒粉，然后带点胡椒粉上去哈。胡椒粉少许。对，然后再来放我们的银芽。
然后香菜梗，香菜梗下去啊，记得因为香菜梗这个不要煮得太久，我们让这个香菜梗的香气啊可以带出来啊。哦，对，然后稍微的来给它拌炒一下就好了。哇，那个颜色，这样就够了，漂亮。给它拌炒一下啊，感觉可以配白饭了。对，哇，哇，哇，得了。那香菜呢，师傅？哎，香菜最后，刚刚你的是煮这道吗？对，其实是香菜版的，颜色很不一样。对对对，最后呢，沾的很多，一点香菜把它铺在上面，就是我们这道香根鸡丝，好吃哦。筷子来，先享用一下，来拿一个板，好不好？是真的，先吃来宾板吗？对对对，自己要演一下，这我们好，这我觉得很好。我跟你讲，菜真的是，哇，这么好吃啊！还没咬到，哇，鸡很嫩哎，嫩呢，薄皮嫩鸡哎，哎，龙师傅的，好不好？你真的不相信？对，而且观众朋友说不定跟着我们一起，哎呦，哎哎哎呦。吃不出味道，我再吃一口。不一样，它就是不一样。现在所有的重量全部都集中在我们三位。我们如果让你们过关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把精美的调味酱油、酱油膏酱带回家。如果没有失败的话呢？如果是失败，那就不好意思，在三分钟之内，这道菜吸收掉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是这道菜，我就知道的视线不对，就这道菜。也可以，好。所以啊，命运就在我们的手上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请诚实的告诉我，现在到底要怎样啊？是这样，来来来，我们就三战两胜哦。一、二、三，请举牌。请洛师傅先来说一下。其实这一个香根压丝的时候，在吃的时候，它看起来它卖相是非常不好的。可当我在吃的时候啊，其实香根鸡丝啊，对，没有没有，洛师傅，我们在吃什么鸭？嘴巴会打结的原因，因为吃起来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压丝的那样的一个香气。其实鸡丝啊，压鸡丝。鸡丝本来在吃的时候啊，它的味道不会很涩，那它吃起来就是因为它加量的大量的加的蛋白，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鸡丝吃起来非常的滑口，然后它加那一匙盐是加对了，味道刚刚好。谢谢谢洛师傅的奖励，你的鸭丝很好吃。鸡丝鸡丝还是鸡丝，还是鸡丝，还是鸡丝。来，老师傅呢？他们这一道菜，它的做法是用过油的做法，所以说这道菜可以用两种做法。第一个是过水过油，他们用过油做法，而且它有加蛋白，让鸡肉其实是还蛮滑嫩的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它的调味的部分啊，是属于比较清淡一点，所以可以吃到鸡肉它本身该有的鲜甜味道。那最后我发觉，它只是水啊，对，可以加一点的水，让它稍微湿润一点点。那其实我觉得味道还有它的整体性啊，真的是不要看外表哦，有些东西是很注重内涵的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手做出葱爆牛肉，单手开始哦，真的要分单手。觉得你拿香蕉好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把香蕉拿高一点点吗？对，然后拿高一点。哎，真的很怪哎，让它热一下。对，来放下来。
赶快，快速的。明天晚上6点，出单三厨房。